大媽小心為上。 我哋處理。唔係我，我哋開會你夠識，唔係我人哋吞後擁到我啫，哈哈。 有張凳喺度咁奇怪，會擔心陣間開唔到會啊！唔緊要，完全冇事。而家咁樣嘅狀況，會唔會驚好混亂啊？唔驚唔驚，冇事。頭先係咪同陳麗卿對話？係啊，我有嘢。 Morning, I have something to talk with you, something very serious. 佢都話：知㗎啦，知㗎啦，㧬走我咯。冇事，冇事，冇乜，唔係扭到少少，小事。前呢已經係到達咗立法會準備進入會議室一，咁但係由於有民主派嘅議員阻止啦，擾攘咗幾分鐘之後啦，咁先至係能夠入到會議室一呢一度開會。 期間咧，有民主派嘅議員阻止建制派嘅議員咧進入會議室一，咁所以情況咧都係發生咗一啲嘅混亂。咁雙方咧都係有議員咧係被推倒跌喺地。記者嘅朋友，而家見到啦，獲內委會授權主持會議嘅石禮謙咧，係準備想去主席台嗰度。請保安嘅同事。 一路咧都有其他嘅建制派議員咧係保護佢。咁至於獲民主派推選違法案委員會正副主席嘅陶錦新同埋郭榮鏗咧，仍然坐喺主席台上面。 雖然現場都有立法會嘅保安喺度勸阻雙方嘅議員啦，但係情況咧似乎都未能夠阻止到，咁都係有啲混亂㗎。嗱，請大家保持秩序好嗎？如果唔係，我哋冇辦法開個表開來㗎嚇。請記者嘅朋友離開會議室得唔得？
小心啲嚇，我唔想有任何嘅有人受傷。請講翻個事實咧。咁而家石禮謙咧，可以話係寸步難行，都係冇辦法，只可以行到上主席台上面嘅。請記者嘅同事、記者嘅朋友離開會議室，可唔可以啊？咁暫時都唔知道個情況會擾攘到幾時啦。咁而家目前咧，請記者嘅朋友，法案委員會咧都未能夠順利咁召開。你可以喺上邊影啊嘛，記者朋友，你可以喺上邊影。而家多個建制派議員，包括有鄭永信、何俊賢、陸仲雄等啦，都係包圍住石禮謙保護緊佢。而外圍咧，亦都係有民主派嘅議員咧，係阻止緊石禮謙咧，係進係行上去主席台嗰度噶。而家混亂的情況都持續了大概係十分鐘到。至於點解會議會出現混亂的情況咧？就係審議逃犯條例修訂的法案委員會咧係鬧雙包。咁建制同埋泛民兩邊都話咧會喺今朝早喺同一個會議室開會。嗱，啱啱見到啦。在一輪的推撞之下，范國威就跌倒在地上。現在立法會的保安上前看看他是什麼情況。民主派那邊提早了在8:30開會，而建制派那邊就在朝早的9:00開會。在9:00前，一班的建制派議員就準備進入會議室一，但是就受到民主派議員的阻攔，雙方發生了推撞。由進入會議室一的通道上面，雙方已經有對峙和推撞了。雙方亦都係有議員啦，喺混亂嘅情況之中咧，係跌倒咗喺地上。咁雖然其後石禮謙喺建制派議員包圍保護之下咧，係進入到會議室一，但仍然咧係去唔到主席台嗰個位置嗰度咧，係開會主持會議。而家情況一路都係僵持緊，會議無法召開。咁剛才喺一番嘅推撞之下，民主派嘅范國謙咧係跌倒喺地下。暫時就不知道他的情況是怎樣。請保安的同事協助，請保安的同事協助記者離開會議室。現在看到
立法會的保安咧係包圍緊胡志偉。而家雙方兩派議員都有啲嘢拉扯推撞，互相叫對方唔好動手。內委會授權主持法案委員會的石禮謙在保安和其他建制派議員包圍之下，就終於可以坐在其中一個開會的位置。剛剛是宣布開會，但是會議室的情況仍然都是非常之混亂。民主派的朱凱迪是企高了，是想阻止建制派那邊開會的。現在建制和朱凱迪都是有一些推撞。現在這樣的混亂和對峙情況是由會議室一外面的通道，以至在會議室裏面已經是僵持了大概十幾分鐘。期間都有多位的民主派和建制派的議員在混亂的情況下都是跌倒在地下的。剛才呢，民主派的范國威就在會議室裏面跌倒在地下，暫時都未知道他的情況是怎樣。有民主派的議員在場要求是報警的。主持法案委员会的石禮謙刚刚是宣布是选主席的程序，被其他的民主派议员阻拦。民主派的陳志全就是企高了，準備阻止建制派那邊
係選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再提翻各位觀眾，而家發生緊咩事咧？就係審議逃犯條例修訂嘅法案委員會咧，係鬧雙胞胎。咁建制同埋泛民兩邊咧，都喺星期六朝早嘅同一個會議室開會。咁民主派咧提早咗喺八點半開會，咁而建制派嗰邊咧就係九點鐘開會嘅。咁喺九點前咧，建制派議員準備進入會議室一開會。咁期間，雙方嘅議員咧都係發生緊推撞啦，同埋有混亂嘅情況。咁期間咧，有多位建制同埋泛民主派嘅議員咧，都喺混亂中咧係跌咗喺地上面。咁幾經擾攘啦，獲內委會授權主持法案委員會嘅石禮謙咧喺立法會的保安和建制派議員的包圍之下，終於可以入到去會議室一。他剛剛是宣布是選主席的程序。但他一宣布說選主席，有多個民主派議員都已經 在這裡阻止了。由於個會議咧喺混亂嘅情況之下咧，仍然都未能夠順利召開。咁剛才有建制派嘅議員就喺度嗌休會嘅，而家見到咧，石禮謙喺立法會嘅保安同埋其他建制派議員嘅保護之下咧，係準備離開會議室一。剛剛咧，而家喺睇翻會議室一嘅現場情況。民主派嘅范國威咧喺較早前嘅混亂同埋推撞之下咧，係跌咗喺地。慢慢，要 one piece 嘅 ，one piece，one piece， 唔使 resuscitate， 唔使 resuscitate。俾個 one piece 上。咁救護車咧已經係到場。驚個 back injury。救護員咧亦都係準備咗擔架㗎啦。即係成個拎起，成個拎走，拎唔到啊！拎唔到，要喐。咁我哋而家見到啦，畫面嘅左手邊咧就係會議室一裏面嘅現場情況，而畫面嘅右手邊咧就係建制派議員咧離開咗會議室一之後，準備咧係去其他會議室。而家救護員到場咧，準備咧係將范國威咧係抬上擔架嗰度咧，係送院。咁暫時咧都未知道佢個具體嘅傷勢係點㗎。咁至於建制派嗰邊咧，會唔會轉到去其他會議室開會咧？暫時都未清楚。咁剛才咧就見到建制派議員咧準備就行去會議室三嗰邊嘅方向嗰度行噶。咁而家見到畫面嘅右手邊咧，都係見到有建制同埋泛民兩派嘅議員喺度互相指罵緊。
再睇翻會議室一裏面嘅情況啦。而家救護員咧係準備將范國威係抬上擔架床，佢係雙目緊閉。暫時都未知道佢嘅傷勢係點嘅。咁樣嘅混亂情況咧，都係擾攘咗廿幾分鐘。咁結果法案委員會咧，暫時都未能夠順利召開。咁至於喺會議室一裏面咧，民主派召開嘅會議咧，亦都未能夠順利舉行。范國威咧喺剛才嘅一輪嘅混亂同埋推撞中咧，係跌倒喺地上。咁要由救護員用擔架床嚟送院嘅。咁仲要用氧氣罩幫助呼吸。本身是醫生的郭家麒亦都是陪同緊范國威。咁喺擔架床上面咧，范國威一路都係緊閉雙目，要用氧氣罩幫助呼吸。QM 嘅。咁佢會送去瑪麗醫院嗰度治療。好，去到呢度。佢由嗰張會議台嗰度跌咗嚟啊！佢成三四尺高，同空二樓。咁三四尺有冇俾人打嘅？係 OK。好，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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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啫，好心啊！哇！咁頭先嗰個選舉係點樣理解？係咪屬於搗亂議會嘅規則？係趕曬你出去？唔該。至於在會議室一裏面，民主派是繼續他們的會議。尹兆堅議員那個私人草案，所以這裡會議廳裏面，會議室一是沒有任何的這個逃犯條例委員會的任何的其他議程的，所以其他什麼人進來在做什麼事、什麼選舉、什麼通過決議任何事都好，如果不是我主持之下的會議和議程裏面有的呢，都是不合合法的，所以呢我相信呢就不需要再理會的。其他的議員他自己在做什麼呢？這個不是教育委員會正式的通過。主席清楚和多謝清晰的答覆。咁頭先咧有其他議員入到嚟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咧就係我哋盡量翻查翻計翻佢哋喺我哋呢個會議嗰個嘅出席。唔該。八點半之後，61位議員有邊位議員入過嚟咧？我都咁至於畫面嘅左手邊可以見到有建制派議員咧，仍然都喺會議室外面走廊嗰度。係見到
佢嘅樣係入過嚟嘅咧，我哋都會計算佢嘅出席嘅。主席啊，我希望咧嗰個部分咧係盡量清晰同詳細，係。呢部分咧，咁暫時都未清楚咧，建制派議員下一步嘅行動係點？出席。但係如果我真係睇漏咗，而佢原來真係喺個角落入過嚟兩秒鐘嘅咧，咁我盡辦法咧去評估一下，可唔可以確認？如果佢認為佢出席咗。我冇計算嘅咧，我出咗嗰個。不過由民主派主持嘅委員會咧，會揾到仍然都係冇立法會秘書處嘅職員啦，同埋法律顧問係出席。主席啊，嗰個我都希望咧就係都可以同傳媒嘅朋友都睇下點樣幫手，因為咧我認為頭先嗰個記錄咧，尤其係出席啦，同埋頭先嗰個嘅混亂嘅情況，以及可能係咁剛才陶謹申咧，亦都係裁決咗啦。剛才建制派喺會議室裏面進行嘅選主席嘅程序咧，都係唔合法嘅。如果之後有啲法庭或者相關嘅訴訟咧，係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嘅證據。唔該，主席。明白嗱。我哋最緊要有客觀公正啦。就至於究竟我哋嘅記錄，其他人係點樣去處理呢、這個唔關我哋事嘅。我最緊要確保我哋嘅記錄咧係客觀公正咁就得噶啦。咁至於咧，你就先講再提翻大家咧，係發生緊啲咩事咧？就係審議逃犯條例嘅法案委員會召開會議，民主派同埋建制派係爆發咗衝突。咁建制派議員包括由內務委員會授權主持會議嘅石禮謙，喺朝早九點前就由一樓前廳坐 lift 係上二樓，準備係去會議室一嘅。咁當時民主派已經喺房裏面開咗半個鐘頭會。但係期間咧，石禮謙同埋其他建制派議員準備進入會議室一嘅期間咧，係受到民主派嘅阻礙阻撓嘅。咁期間咧，係雙方發生咗一啲嘅推撞。主席嘅身份叫佢哋離開，同埋咧希望咧。咁范國威同埋朱海迪等咧，係嘗試阻止建制派議員前進，互相推撞。咁我亦都唔想咧喺呢個情況咧去怪責我哋。咁期間咧，麥美娟同埋毛孟靜都喺混亂中跌倒。你頭先講有啲議員咧，可能咧。咁建制派議員咧係繼續湧去會議室一。到達正九點鐘嘅時候，建制派嘅蔣麗雲就係首先進入會議室。當時有多個民主派嘅議員都已經喺席上開會。議員同埋立法會保安同埋秘書處嘅人員連同大批嘅記者都湧入會議室。至於獲內委會授權主持法案委員會嘅石禮謙就由其他嘅建制派議員等人開路，準備係想走到主席台開會嘅。有民主派議員係企高，試圖阻止建制派，咁場面係非常之混亂。喺期間咧，范國威係跌倒喺地。好嗱，我哋咧繼續咧係。咁剛剛咧已經係有救護車係將范國威送院。你等。咁佢瞓喺擔架床嘅期間咧，都係一路咧係戴住氧氣罩係幫助呼吸嘅。咁暫時都未知道佢嗰個情況係點。同埋今日嘅記錄咧，一定要都記錄翻，即係范國威議員。我哋睇唔到咩事啦，頭先就係見到佢倒地。至於建制派議員咧，就喺剛才嘅喺會議室一裏面咧，就宣布話要選主席嘅程序。咁但係頭先，咁但係期間咧，亦都係受到民主派議員嘅阻止。會議記錄嗰度嘅。咁結果最後咧，建制派嘅議員咧都要係離開會議室一。目前咧，佢哋仍然都喺會議室外面嘅通道嗰度停留，咁暫時都未清楚下一步嗰個具體行動係點嘅。都進場。帶佢離開，我希望咧喺會議記錄咧喺呢一部分嘅場面描述咧係可以再提一提大家啦，建制兩派咧都係因為審議逃犯修訂條例嘅法案委員會鬧雙包啦，咁雙方咧都係要喺同一個會議室開會，咁雙方咧喺剛才咧都係發生咗一啲嘅推撞，咁結果咧會議係擾攘咗差唔多半個鐘啦，都未能夠順利召開嘅。咁期間咧仲有議員咧係跌倒喺地。其中范國威咧係受傷送院。至於建制派嗰邊嘅會議，下一步會係點咧？暫時都係未清楚嘅。咁我哋都會一路為大家跟進住。喺現場情況睇到呢一度啦，休息翻嚟會有呢一節新聞。